哎呀，你说这人要倒霉啊，这喝口凉水都塞牙。你说今儿早上吧，我就感觉我这个肚子呀，哎呀，老不得劲儿了。我合计上班之后到那马路对面的诊所我看看，这家可好，一去没把我气死。进去之后啊，人家医生连正眼都没瞅我，唰唰就给我开单，就让我去检查。我在那医院里拿个单子呀，就跟个走马灯似的。这检完检查完了，检查那个，这家钱没少花啊，光这血就给我抽好几管子。最后弄半天我是岔气儿了，你说气人不啊？多坑人呐啊！你是怎么会是他呢？太巧了，哎呀，冤家路窄呀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人还不傻呢哈！哎呀，我说，这咋还挺面熟呢？哎呀，那能不熟吗？我在你们医院跟所有人都快混熟了。是吗？嗯，我说丫头啊。要丫头呢，我爸才正叫我呢。啊，我说这个不叫丫头，我说你这个老妹儿啊，你别整那亲，谁是你老妹儿啊？你多大就叫我老妹儿啊？我说老娘们儿啊。叫谁老娘们儿啊？啊，叫谁老娘们儿啊？到底叫啥？叫啥也不能叫老娘们儿。那个，我说小丫头啊，我这个电脑坏了，你给我收拾收拾来。挂号。我是来修电脑的，我挂什么号啊？你说的话好像到我们诊所似的。哎呀，我们这个店啊，一天修好几十台电脑呢。我要不给你挂个号，我知道哪台是你的，万一给你修错了呢？你这个小丫头，你这充其量也是个登记。你怎么能说挂号呢？行，挂就挂吧。内科外科。这怎么还有内科外科呢？哎呀，我的意思就是说吧，你这电脑如果外壳坏了的话呢，你就要挂外科，懂没？啊，你那是内壳和外壳。哎呀，分怎么理解吧。那我的显示屏坏了，你说是应该挂啥吧？显示屏。这多明显呢，那是门面，当然是五光科了。哦，那要是喇叭坏了呢？耳鼻喉科。那要是线路坏了呢？肛肠科呗。我说不过你，我说不过你。得，你是不是来抬杠的啊？你修不修电脑？修，那你就给我挂个内科。哎呀，我们这个内科啊，它还分为普通和主任还有专家，你看你挂哪个号呢？不，你妈，这咋这么那么麻烦呢？啊，你听我给你解释一下，我们这普通号呢是5块钱，进来就拆，拆反正拆完不一定能装上。主任号呢50，进门就拆，拆完看着装，这个你还兴许有俩收获什么的，就拆完之后兄给你剩俩零件回家。这个专家号吧就比较贵了，150啊。拆之前啥样，拆完之后还啥样，你看你挂哪个号啊？你要这么说呢，那我就给你150，我把电脑拿走不就完了吗？那也行啊。欢迎您下次光临。不，你这你干啥？我是来修电脑的，你得给我修好啊。那我也得看你得的是不是绝症啊。你修不好，我上你这修什么啊？啊，那要都得绝症的病人都上你们诊所，你就能都能保证给人治好啊？你这小丫头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说话吧哈，挺野人的，但是呢，你说的很有道理。你看看，我告诉你，我这台电脑绝对不是绝症，它就是上不去网。哎，那行，那你也别着急啊。我这样，我给你登记一下。对，姓名。王小丽。不是我修电脑，你还是修我命啊？哎呀，是跟不明白的人唠嗑太费劲。我是说姓名啊，是你这个电脑是什么牌的？你没看着吗？苹果。跟你说，别的电脑能这么容易坏吗？
吗？性别。你家电脑还分公母啊？我说这性别呀，是你这个电脑是什么色儿的？一般我们这儿呢，就是说黑的或白的，统称为男的。那我得哄你就是女的呗？答对了。妈呀，我使好几年了，我这电脑是个模子。你有医保卡没？我来修电脑，我什么医保卡呀？哎呀，那你这到底是不是公家的？需不需要报销啊？你这你还不明白吗？你这个人太麻烦，这是我个人的，是不是？我那诊所也是我个人的，我所有的消费都是自费，你明白不？啊，好了好了，你要早这么说，我早就明白了啊！来吧，拿单儿去检查去吧啊！嗯，这是你的，这也是你的啊。喂，我看。嗯。妈呀，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怎么的了？有不明白的吗？这是磁共振、CT、心电图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听我给你解释一下啊！啊，这个磁共振呢啊，就是说吧，看你电脑里边的节点呢有没有开焊的地方。嗯。这个 CT 呢，就是看你这个风扇运转是否正常啊。心电图呢，就是看你的电路啊有没有损坏。验血呢？耗电量。验尿呢，就是看你这个流量是多少。哦，哎呦，修个电脑太麻烦了。你们这这么乱八七糟的啊？乱吗？乱了。啊？挺乱的。哟，这不跟你们家诊所一个程序吗？不是，这行了，抓紧时间吧。一会儿主任专家什么的都下班了啊。我去，我去了。往那边走啊。哎，我去了啊。看见没？就对付这样的人啊。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哼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糊弄人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哎呀，这架势花了好几百，把我电脑拆不稀巴烂呐！哎，啊，来，我看看。你看看这单子。哎呀，不错呀。啊，你这电脑这各项指标还都挺正常啊。哎，你说话就不对了。他正常，他怎么有毛病呢？哎呀，那这个具体怎么个毛病，你就得住院治疗了。我修个电脑还得住院？我那天天有病人来，我没有电脑，我怎么给人开药方啊？那要照您这么说的话，你要是没有电脑就开不了药方啊？对呀、啊，那你这不是合着拿电脑糊弄人呢吗？你这叫什么话呀？哎、上电脑查查资料，现学现卖，谁不会呀？啊，那你实在是挺不了的话啊，那你就转院吧。往哪转？我告诉你个地儿啊，你呀就到沟帮子火车站对面第二个胡同，然后你就一直往里走，走大约50米左右呢，你就往左拐，然后呢再往前走大约50米左右，你再往右拐，这个时候你再往前走，你可听吧，你可听吧，怎么的？我跟你说，我的电脑不修了。啊，那欢迎您下次光临。小丫头，你记住了啊，没有见不着的亲戚的面。你看看，下一次上我那看病去，我拆不碎你，我说你长得结实。